但是跳到了他覺得痛的，我是有焦慮的。咁我咧每日買餸行翻屋企嗰條路好直，我就同細講：昔日摩西離開世界，你就要嗰個叫做咩？約書亞，你都同佢講，唔單止講一次，好似講咗幾次嘅，你要剛強壯膽。我就日日咁樣同神講，你都能夠同約書亞講，亦都可以同我講。咁我每日喺度行翻屋企嗰段時間咧，講講下咧，嗰個心口痛就消失咗。感謝神。感謝神。不過我有時我俾人哋，我都想講少少。今日我有時身邊咧嗰啲姊妹啊，負責教嗰啲，咁啊佢有時即係好似。唔知道妒忌啊，唔知咩啊，總之我做啲咩都唔啱嘅，有時唔好，有時會話我嘅。咁啊，做嗰時咧，我就有啲唔係幾接受唔到，就唔開心啊，有啲自卑。跟住學習到老豆母師度學習到咧，我就去，我多數都會去祈禱咯，去祈禱同神講。咁啊想把嗰件事講出嚟。咁啊，有時就一路一路係咁樣去醫治釋放，幫助我點樣去。怎樣 去解決那個問題，那現在真的很感恩，那看到我身邊那些成日話我的那些，他反而即有些跟我同即道歉啊，知道他自己不對啊，即他以前的就話即看到我佛神用我即在教會裡面怎樣去做一些事，是不是的，有些很多亂段啊，要看到即他用自己的眼光啊，用世界有些眼光，神怎樣用你的，你要幾十歲怎樣，即很多那些這樣說，但是現在他自己一路一路呢，他就知道了，真的神在我生命裡面去掌權和帶領，那麼他就很大有那個改變，還有我都不供那麼多教會一些，即係佢就會去諗下你啦，點樣啊咁樣咯，講對唔住啊咁樣咯。咁啊，我覺得我都係好大愛慰，即係喺神裏邊即係得勝咗咯，我生命。